那是犟嘴吗？那是复盘。要去找你们了，幺个点没有，都在我外面。已经打我了，打一枪，二楼吗？还是我外面一个？二楼上二楼，你妈！这个人是不是也是 ACE 啊 ？ACE， 没办法呀。买个耳塞，耳塞管用。冷静点。一楼倒了。今天妈就睡了俩小时，那还不叫睡，妈的，眯一会儿醒一会儿，哪打的？就在这。二秒，二秒，二秒。车库，车库，别停啊！着了，兄弟！打样的吧，右边房外还有一个。Where is my car？ 都有房外，搬了。打我，别打我，自己。没了，没了。楼梯的脚步，小卓想笑笑一下，想听我夸你是吧？小卓，这鬼声，队友来了。我爬山，哪里啊？我这里。帮我看一眼我脸上，没看到。打倒那就一个，你打倒那就一个。轰炸楼。你身上还有一个，我往左边下去了。妈的，不嫁了，操你妈！哎呦，左边一直在丢雷。在外面这个人。OK。上面打起来了，我那个人救不了，吃多了，给你们撂着围打的你，安哥我操，后面猛猛叫，给你们撂着围打。我还有四个。三个，有个人自己出的那个粉的好看，粉的丑死了。这大炮比粉的好看多了呀，铁子，各方面碾压呀。右边，
这个职业是什么？